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卫视频道。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为您继续现场直播第35届中国围棋天元展，今天是8强赛。今天两盘对阵的分别是谢尔豪对阵柯洁，另外一盘呢是李清晨对阵廖元赫。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谭笑九段，谭老师你好。邱老师好。大家好，我是谭笑，很高兴和您见面。这个千元战陆陆续续已经下了很多天了，对，是的，因为他每天呢一般都是下两盘棋，好像印象当中和我们传统的天元赛不太一样，好像一般就几轮就下完了，平时没错，今天已经是8进4的，就是8强战，今天将决出4强，就是好像今天下完之后就告一段落了。我们今天看到很意外的是两盘棋都是面棋哈。对，今天是改成了面棋。是的，是的。这是柯洁，柯洁对阵谢尔豪。是的，他戴了口罩。谢尔豪还特地戴了黑色的口罩。看着黑色的厚实一点比柯洁这个要厚一点。但戴的时间口罩长了，因为这是慢棋嘛，就觉得如果一盘棋一直都戴下去的话会不会影响思考。可能估计比如中途上厕所的时候会摘下来喘口气。喘口气。这是李清晨对阵廖元赫。这两位我觉得算是比较快，棋都比较快的。对，就下得很快。你看还是年轻。可以看他们现在的落子速度也是非常的快。李清晨是著名的快刀。没错。怎么看着刚才那个落子都不太响了，就是。是的，是的。觉得。那么在这个讲棋之前呢，告诉大家两个好消息，就是因为天元战呢，基本上我们天元围棋频道一直都在陆陆续续的直播。那么大家可能当天没有时间看直播的话，3天以内是可以用手机看回看，就是关注这个围棋天元的这个微信号就可以了。那前提呢，当然是要成为我们的会员啊。对。还有一个好消息呢，就是明天晚上的8点，深受大家喜爱的王湘茹，就是湘茹妹妹，将在直播间呢跟大家一起分享她的一些职业生涯的经历啊。请大家多多关注吧。好，那下面我们就来看棋。好，那我们今天这盘棋是廖元赫的黑棋对李清晨。黑棋二连星。是。白棋也是一个二连星，我感觉这两位棋手的话，我觉得他们俩是棋都特别快，而且棋感都特别好，包括对 AI 的研究都非常的深。现在看挂角都看不到了。先他们其实还是一个挂完角再点三三挂完再点是吧？回到最熟悉的点三三。黑棋怕还一个，白棋长，白棋飞。白棋飞了一下。对因为黑棋好像现在这挂了一下的话如果现在拖，我觉得配置有可能不太好。拖的话是不是白棋有可能会搬下去？对，白棋现在可能会搬下去，然后它顶端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米式的米式飞道。黑棋断，白棋小尖那么现在我觉得如果第一个局部形成这个变化的话，白棋应该会选择一个吃角的图。那么白棋外搬。外搬是吧对，黑棋虎。白棋虎。虎这个。白棋先可以先打一下。先打这个。这下也可以不做保留。然后虎是吧搬一个。这是。第一个变化就战斗的如此激烈，你看这1/4个棋盘就快没了，是吗？对，棋搬，接上，白棋粘，黑棋断这时候断的时候，我估计现在的场合白棋应该会选择二路加，加这个，对，黑棋立，这样白棋上面再点，那么作为黑棋一方呢，黑棋中央就提了一朵花，那么白棋现在把上面搬死把那儿吃掉对，为什么说现在白棋会选择这个图因为黑棋这挂角挂了一下如果没有这下交换的话，局部应该是一个相对2分的图那么现在如果直接走成这样，黑棋可能会从内侧挂角它挂的方向不太对，可能会这块形成一些模样或者时空没错。那么由于有了这下外挂的话可以看黑棋现在这个地方
虽然是后市、但是没什么作为，对，它的配置不是太合适、对，所以实战它没有这么选择。对，既然黑棋挂一下、我觉得它应该啊，面对白棋飞，黑棋就会顶。那这两位棋手对这种变化肯定都是很熟悉，了如指掌。啊，搬了一个，顶完了搬。啊，黑棋点个三三。对。啊，白棋回忆颜色。现在棋盘上是不是星位基本上都是点三三？是，反正就是、就觉得挂角已经很少见了。挂角的话也有，但是相对少见。没错，一般都是点的比较多。那如果挂角黑棋现在啊、可能会一间低加。那为什么说现在这个点三三相对常见呢？因为这样虽然也是一个这个进角的图啊，这形成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定式。那么白棋到跳。那这个定式呢，白棋他觉得啊没有直接点三三的效率高啊，有了这几手棋的交换。啊，白的觉得如果挂角别人一间低加再进角的话啊，可能还不如直接点角。这是白棋的一个想法吧。他直接点了。对，他直接点三三。那么挡，白棋爬。对。啊，黑棋飞。那在这个地方呢，白棋单拖啊，非常果断的选择来了。啊，这个地方其实好像特别复杂。如果黑棋要迎战的话啊，跟我们刚才摆的这个左上角其实类似啊，但是可能变化会产生一些不一样。我们来看看这个右下角和左上角。如果说还是这样的话，对，会有什么区别？假如说还是这样，压一个，对。搬的话就搬住是吧？对，还是搬、那么我们如果还是选择刚才的定式的话，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那如果我黑棋选择啊吃白棋的角，你说这不是一模一样的吗？对，这有什么区别呢？我是觉得黑棋、加一个，对，黑棋可能现在啊，黑棋不会选择这个定式，黑棋现在点，他吃掉，白棋打吧。那这地方如果黑棋搬落一个后手的话，那么这个地方被白棋比如说尖顶或者是一尖低加也可以。那这个配置呢，白棋是不错的。现在可以看，虽然说好像这个角上看似也没什么区别，但是这个方向就不太一样。现在白棋的这个后势正好可以发挥上。现在这个题词我觉得跟这边好像也遥遥的，虽然隔得有点远，但是遥相呼应了一下。是的，刚才那个地方拔的好像那个地方有点奇怪，对，很空旷。刚才现在白的好像有个阵势。是的啊，那这个棋如果黑棋不补，你说我黑棋走一个那么这个地方好像是被白棋一靠这还有单靠对，是的，单靠的话黑棋要搬起来吗？对，黑棋要敢搬的话我印象中白的好像是一个还有个断啊。对，这个地方我印象中好像是有普招的，我好像白棋是通过这样的话，如果黑棋打吃，白棋多了一个一路搬的话黑的这个角上就阵亡了这多了个一路搬，这个里面的气可就差很多了。对，这多了一个一路搬的话就完全不一样了。我记得好像是黑棋这样是不太成立的。这原来是靠完了有一单断，那靠的时候黑棋也不肯单长。对，黑棋长的话被虎一下的话，这个棋形黑的比较局促，太难受了，太难受了吧这样。而且以后这里边收气，首先白的虎就是绝线这个收气也很痛苦。是的。那黑棋现在如果是下成这样的话，应该不会选择这个变化。那么会选择一个给大家看一下更为复杂的。刚才是下成这样，黑棋打吃，黑棋现在就不会虎，会选择飞下来，更加复杂的一飞。我记得这个变化，就很早的时候，我记得他们拿着决议在研究，就一跑就是一个小时的那种非常的复杂。这实在是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下成什么样子。对，是的。
那么如果是一个赤角，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变化，那这一飞的下面分支就很多了，我们就不一一做介绍了。那白棋拖显然是对这个地方不太怕啊，我是觉得白棋敢拖的话，估计跑了不止一个小时，他对你这个班应该不太怕啊。那么黑棋选择了这个左下角，拖一个，然后白棋搬了之后他连搬，好像现在都是拖了搬的，对，是不是好像飞已经见不着了，我们原来的定式飞白棋小节黑棋叉，这个变化我好像有年头没见过，是已经见不到有人这样下了，对，但是好像飞呢它这个从胜率上来讲也跟拖了班差距很小很微小，我也不觉得这个飞一个说你下一个飞一个就怎么样了对，其实它也没什么特别不好，但是白棋好像这个尖一下是这个是不好的棋，那么在飞的时候白棋应该会脱先，在这局部等于说脱了班，黑棋脱了班的话让白棋在这局部要做选择，对，那么下的比较紧凑一点，对，飞的话白棋就会脱先了，没错，先搬棋或者点三三等等都有可能，脱了连班在这儿，然后遭到白棋在这里就突然就出手了，他反击了本来以为他比如尖或者倒虎啊，现在都挺常见的。对，现在比如说白的打吃，打吃了，接一下拐一下也是挺常见的。对，是吧？对，比如说白棋这样，你说自己连个片也是眼见的好点。对。或者是这边搬起，甚至是压。这都挺常见的。那实战白的选择了打了冲。打了他直接就挡下去了。我觉得好像挺少见的感觉。对，因为这个图的话角地会被黑棋取得了，那外边呢还搞不清，是的，外面它断了之后啊，这个地方它拐出来之后呢，黑棋这两个子它不打算死掉，它是要跟它战斗的，那么在白的打的时候黑的依然是会选择粘出，对，好像这个现在也是可以称之为定式，我觉得实战的定型呢就是现在我们所认知的定式，那原来好像这个棋贴一个应该是只有这个贴的下巴，是就觉得怎么不贴一下呢，对，贴完白棋比如说可以跳一个，然后黑棋扳头吗，黑棋会小尖小尖这个地方白的如果贴黑的双一个，然后这个变化容我想一想好像我见过是这个图白的飞，对，黑的小一个，谭老师说这个棋是定式，我都我有时候原来就是定式我都不知道，这个地方好像是有一个这样下的接上小差一，就是为了防他冲断是吧是这个图肯定双方也都知道吧但是他们可能就是看这图满不满意了就在于选择问题对白的贴起也是有这样的下法的，是的那么白棋贴起的话还有另一种下法在黑的跳的时候白的跳一个，跳一个他顶住，黑的顶白的长，长一个他是小飞，要飞吗，白的拖，那黑的这时候二路点一下要转换是吧，对，点一下扳，扳下去，黑的长一个，白的挖吃，黑的脱先了就反正这三个子就让你吃了算了，对，所以说这下点一下是非常必要的，对， 对，如果没有这下的就差多了那就是，对，这个这可差不起，对，这个走着一下里和外的交换这要交换掉，那黑的就可以脱先或者从上面继续战斗都是有可能的，对，他以后呢这边有先手这一带，对，借用非常多，这个尖都是先手现在好像一般都是小尖了，对，现在白棋实战选择是小尖，没错所以说我说是定式嘛，就是新型定式新型定式有了 AI 之后的这个新定式，跳一个白棋在来挤一个，这也是最常见的下法，黑棋搬，黑棋长白棋跳一个，
黑棋拐，嗯，下这儿啊，就是我觉得基本上算是两分啊，看白棋下一步的选择。嗯，下一步如果是上方的话，嗯，比如说小飞或者大飞，对，这走一个好像也挺大的啊，这是眼见的一个好点，没错，嗯。但是如果不走，黑棋走过来，白棋有可能还会面临啊受攻或者等等的可能性。因为你不要以为这儿就是你的了，这太宽了。对，那白棋走这个的话，嗯、相应的黑棋就会从这儿走啊，抢下面，嗯。这个白棋是不是还得，要不然被断了怎么办？对，这些地方肯定需要补一个，就看白棋补棋的方式。那你要这个吗？这个好像也不太 对。靠一个是比较积极，这个、啊、靠一个是，对，如果是虎一个，反正黑棋应该还会啊跳过来，这样等于白的还欠一手棋，下步被一飞还是很难受。啊、哦，这个走到一下，接下来你硬还是不硬？好像硬不硬都很难受。对，这眼型就不太对了。嗯，没错。那么可以考虑考啊，嗯，这地方争个先手，怎么样出头？对，嗯。那个、实战白棋并没有这么选择。白棋下得很积极啊，他觉得他如果走这儿，这显然是个剑河，我觉得。对，如果说白棋就往这儿拆的话，黑棋肯定也往这儿。对，黑棋这也是眼见的好点。没错，哦，他要往这儿走呢，刚才说了，就是走这儿。对，现在 A B 剑河，你白棋选哪个？他不选、啊，他直接出手在这儿。这是选 C、好像是。是啊。A 和 B 我都不选。对，我说你这黑棋，哎，这个第二个定式，这算是啊。对，这第一个定式、嗯，第二个定式，你怎么就没下完你就不走？没错，刚才为什么谭老师摆的就是小飞挂一尖加，然后点了个三三之后，那样的话白棋也是后手，嗯，跟这个后手是一样，但是这样后手之后，对黑棋接下来的手法显然要严厉的多。对，等于说那个图白棋厚一点，黑棋也厚。对啊，现在是黑棋白棋都要薄一点。对对，是的。那这一扳扳断，对。我当时在想，搬的瞬间黑的，啊，你说我要来这个还来得到吗？哦，原来是这样。我不太会。但我估计他应该是思考过，应该觉得这个地方对他是不是有可能再断白棋可能二路小飞，对、嗯，这也吃不掉吧？这两个子就是清了，你可以争死，嗯、争死白棋就算了。没错，就爬一个呗，对，就算了吧。对，这个又需要判断了，嗯。因为搬的时候啊，首先第一杆肯定是断、嗯，然后如果就是判断这个断不成立的话，可能会啊转身。但是如果他判断断成立的话，肯定还会断。嗯，因为这个不是绝先，但是刚才如果说没有这个搬之前，外面没有特别大的棋，那他走的还是很大的。就正常来讲他是先手、哦，但是在特别着急的时候又不是先手。对，好难。就像现在就比较着急了。是。那黑棋断了长，嗯，啊，其实棋友们可能觉得啊，这个几个定式看着都挺陌生的，嗯、但是啊，对两位棋手来讲啊，这几个定式应该都是非常熟悉的，嗯，啊，包括这个局部的定式本身，它是一个特别熟悉的，嗯、啊，但是由于有现在这个场合，那可能就不太一样了，对，是的，顶。拐下啊！哇、哦，这个够狠的。这是白棋必须的一个次序，先顶，逼迫黑棋拐，白棋再做活，然后啊，外面长，看着挺凶险的，觉得。对，我记得这个图经常是黑的，怎么样气这几个？哦，我就是，我不觉得他应该拐下去。啊，对，不是，就是拐下去之后嘛，因为白棋经常会怎么靠呀，在这地方啊、哦、走几个、哦哦、然后黑棋就考虑把它这子。对。经常走着走着就啊气掉或怎么样？嗯、那么黑棋扳，拐一个。对。啊，现在实战白棋选择的是啊单跳。这看起来黑棋的意思，他没打算气啊，我觉得。对，黑棋肯定是要跑。现在，啊、因为如果白棋，比如说你这样，嗯、那是不是太损了呀？觉得这边。如果黑棋扳，白棋应该会扳。就如果白棋多几个子的话，就这个地方，我记得是要多好几个子、嗯，然后这个地方有可能就把黑棋给吃掉了。对。啊，但是现在配置又不太一样，由于这边是白棋了，他实际上选择跳，他说你下边也没活。
这好像要形成一个大型的战役啊。对，点，看看白棋怎么出招。这里，这个就非常乱了啊！因为如果可以看这边，我们都没有看的话，白棋是不可能往这跳的，因为黑棋下面正常来讲是很厚的啊。现在由于白棋有这一排之后，那么黑棋这块也不活了，看得好乱啊！这一飞，现在白棋的意图应该是他这两块儿啊是有点危险啊，这两边都没活。那么从黑棋角度来讲，我要是活了，你白棋脚上还没活，对啊，这是一个大猪嘴啊，小猪这个搬了一点，这是很著名的死活踢。这个搬好大，就觉得是不是得找个机会赶紧把它搬起来。但是现在搬的话，现在搬的话，黑棋自己也因为这大猪嘴呢，他你要跟他杀气，那可就麻烦了。对，如果他这杀起气来，可是。这个一提啊，这是看着里边一沾就刀把五啊，这个气有点长。所以说你黑棋必须得确保活了的情况下啊，才能去扎白棋脚。但是现在这块棋显然也没有好。总之我感觉黑棋好像战斗稍微困难一点，看着。难怪刚才他搬的时候你就想转身先走这边。就感觉啊，这一搬就看起来局部直接战斗的话，因为白棋是多了几个子，等于说这出手还是非常的锐利啊，我觉得对。那么现在黑棋啊管不了这么多了，先断了再说，把这边又给断了，先把它断了，然后白棋靠搬这个。对，这样战斗真的合适吗？这下的都非常强硬。打吃，这下的好像是最强的下法了，一挡挡下来。这看着双方这个已经战斗到一块了，很有可能有一方就崩溃了。这个地方比如说一点，哎，黑棋局部这个棋形好像不太好。对，那黑棋现在挡白棋也没有完全，你要是冲一个直接冲的话好像还不行，黑棋挤再冲，这白棋肯定得冲啊，然后冲断了，然后黑棋再一冲啊，这个外面的这个封锁圈也是有些问题的。但是这外面，对黑棋也没好，就是但是大家都是互相牵制的状态，看起来好像是双方毛病都很多，没错，也不太好动手。对，但是你说黑棋这地方明显有个点，没错，是这样，这地方也有猴，但是我走哪儿呢？让白的加一个加。这就纯拼计算了。现在对他们俩是李清城是98年出生的，廖元赫是2000年的，都是算是现在正当年，正当年是吧。小尖一个白棋粘住，黑棋立，好理想的。现在这个还是一团混乱的状态，这感觉。这局部，哎，我这一拖好像，是不是又发现一点问题？拖一个是怎么下的挖吗？黑棋要挖就中计了，挖我这一打，这，哎，这里我出棋了，对，这至少现在有个锦旗劫。那这锦旗劫的话，黑棋就比较麻烦。那我这一扳脚，黑棋是不是？劫财。就不太敢要了啊！但黑棋现在可以粘，但粘住这个。虽然我这有几段啊，但是黑棋这打也是先手。对，就是黑棋看着呢破绽比较多，那白棋没法直接出手击溃。那白棋先玩出来。这感觉越来越乱了。对，正常来讲，黑棋是要贴从这贴的。如果黑棋这么来，尝一个，粘出，白棋先拐头再说。这拐头非常舒服，蒙不蒙得住的再说是吧？对，这个拐完头，你看这边飞能飞住，但是白棋气现在不太够。这又是什么呢？这个好乱啊！是，看着都是一头雾水。黑棋跳，我这一挖，那就单挖一个，对，是吧？
啊，这个我也看不清啊，我只能说我现在还没有看清白棋是否有这杀气的可能性。这底下他待会收气是怎么收的？这底下白棋应该是算武器，因为白棋一路扳日先手。哦，算武器、啊。对，至少是一个武器。嗯。但黑棋上面气，白棋也不太好封。对，你要跳的话，人家先冲你一下，这已经武器了。所以这个图，我相信他们俩应该是这个弯出来的时候，啊，是有一个大概，或者白棋实在不行，能不能想办法转换？嗯，啊，也不是不可能。接上，就我把你这个刚才说的问题啊，这个，嗯，比如说我先把你这吃了，那脚上好像我还看到一些东西，这一扳，再一扳，再一扳。那我就搬一个，搬我打住，打吃了啊，对，可以打吃了、啊。所以说脚上好像等于白棋这块棋，我要走一手能活。嗯，啊，这个黑棋风险也很大，这四个已经死了。没错，啊、这白棋要活了，黑棋等于就彻底失败了。如果这样的话，哇，这黑棋应该不行。对，啊、这黑棋这里边就四棋了，这黑棋应该不太行。接到一下、啊，对，我感觉白棋只要能蹭出个打劫，黑棋肯定就不行了。哦，那不太行。对，那打劫肯定有的。对，我这打劫太轻松，而且这黑棋好像、嗯，啊，包括黑棋想收气吃，感觉白棋外面只要封锁一下，嗯、黑棋也不太行。主要是白棋这边已经先吃掉四个了，对，收获非常大。回头这一跳，那黑棋实战是没有敢啊继续这个贴出来直接战斗。嗯贴了，他是怕什么呢？可能看到了什么？对，他一路先拐一个拐角啊、哦，先吃角。你这个夹和我这个力，这个等于是损了半手棋啊、嗯、啊！这一拐，现在角上如果这挡，黑棋应该会啊直接就开劫了。嗯，先打劫杀角，白棋。外翻，原来你挡一个是打着吃的，不是点着吃的。点着吃的话，气比较长，对啊，而且这个地方，啊，好像这个地方一并，有可能直接就扛不住了。对，因为只要打着吃脚，外面收气可能性也没有了，局部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嗯，啊，黑棋扳了一下，对，白棋挡住，先把它扳死。这个脚现在确定已经局部进死了，再夹出去。对，这个地方从搬出来的话，已经是眼花缭乱的战斗。对，这就纯拼计算了，现在。对，这完全不受他们俩控制了。是，没错。跳一个。对，我相信，就算换柯洁、申真旭，也不可能说我这研究已经研究到这个七十手气。那也太强了，这实在受不了。因为虽然是七色手棋、哎，但是每个图可能都有好多的变化和分支。对，有好多分支。如果纯靠记的话，我觉得肯定是记不住那么多变化。对，黑棋继续啊拱，啊、哦，也瞄着白棋的弱点。因为黑棋如果你说只是这么爬，是、啊、这棋肯定是没法下了、嗯。虽然你吃了个角，但是你这爬完白棋外面全厚了。嗯，包括这个地方也等于死。他这个弯一个，他白棋不能扳住他吗？嗯，能扳，但是白棋的这个棋形就不太好，是吧？这如果黑棋先打几下的话，那我心情很就可以考虑再爬了啊。而且这个地方刚才说的这贴出还是存在的，对啊，包括白棋自己的棋形，像这有断点。嗯啊，棋形也不太好。他如果爬两下气够了，就把这个贴出来。对，啊，反正黑棋可能或者我怎么夹住白棋外面也不太厚。嗯啊，这样被拱两下的话，棋形被破坏掉。对，虽然这个二路爬看起来比较损，但是这个白棋被打两下也是很不愉快的事情。对，这地方不太能容忍。嗯、他不肯，显然他是长了一个。嗯，黑棋继续冲。嗯，白棋在场啊，白棋在场、嗯，他始终是觉得被断掉的话，棋形不太好啊，这块气比较紧。对，被冲了，待会一夹，好难受，看起来。黑棋冲，扳住，夹夹啊，
这待会这一贴不就把这三对这一加很犀利啊，因为白棋现在不敢站了。嗯，哎，这老师说这一贴，如果这被贴死，啊，这个就不用下了。对，这哪都是问题了。对，那边反正其实拐下来他有个眼，大不了双活嘛。是，而且基本上白棋气不够吧，那粘完了，气太紧了白棋，所以白棋只能拐一个。啊，他要求把这边先扛住。这时候看到决议给出的图是让白棋虎啊。还能虎在这儿、啊、我觉得这个虎他们脑海里应该存在过那么一瞬间的一个念头，然后就给排除了。因为我们看一看如果白棋虎会下成什么样。黑棋压住。白棋不吃，白棋是直接吃回去的。直接吃这个是吧？对。哦。冲的话是不是被你粘在这儿了？对，他觉得这样黑棋这块多个字、哦、啊。击掉。啊。就看到这个接的时候，我感觉，应该是他们就没有再想过这个图了，因为这等于是被黑棋给冲出来了，包括这个 是这里边这个收气爬都不用了，嗯，包括黑棋这块棋也都厚了，但是现在他说这底下有个冲，有个冲，黑棋挡住，白棋应该是单并一个，靠这个双。白棋在冲，嗯，黑棋冲，对，白棋打吃，接上，接上，扑掉，黑棋提、嗯，白棋这时候再粘，啊，等于是黑棋联络的时候啊，白棋这个字很关键啊，现在粘的话，黑棋得粘一个，嗯，那么这个地方白棋扑，很有可能就把黑棋扑回去了。现在可以看，这个黑棋很讨厌的是，他一手棋怎么都补不掉。对，现在首先这个地方黑棋自己已经尴尬了。对，你打吃，别人一扑，嗯，这个地方基本上这俩子已经算死了。是，那白棋可以再回来，就回一下做眼。嗯，估计是一个，等于是双方现在谁都没吃住谁，然后白棋脚也活了，黑棋也活了，然后黑棋这样一个连回，但外面一长很讨厌。这个长非常大，是的，是的，你就不要以为你全连上了，好不容易连上了。如果你要看成这样，黑棋这个确实连回来的效率有点低。是 啊，这全是单关，全是单关，然后别人脚活了。没错，这个脚呢，你现在补一个你是吃不掉的，很讨厌这件事情。等于是脚基本上看成是白棋扑了提一下、嗯、这个脚。是的，大概率。所以说。这后面的这还得接着算啊，对，你不要以为粗粗的一看好像人家全连上了，我还得后手补回去，对，然后发现这底下的手段你还没注意看，对，但感觉这个虎确实不太容易想到、嗯、啊，实战决议推荐的这个虎没错啊，因为看起来呢黑的这一贴白的确实这个虎应该是明显的一个不太能行的，对，不太能接受的一个图，没错，实战白棋拐单拐，他是黑棋断的，接上黑棋继续扳住头，嗯啊，等于是黑棋断打之后呢，白棋这外面这块没有想象中这么厚啊、嗯，始终只要被黑棋切断之后，白棋就不是那么厚了，嗯，黑棋继续长啊，我觉得底下他还是冲。长，其实跟刚才的手段不是一个意思吗？接上，然后再冲一个。啊，那可以看他这底下选择的是冲了长完再冲，那次序不同。那如果他单冲这个，他单冲这个的话，他应该是觉得就下成刚才那个图是吧？对，因为他现在白棋是后手，黑棋冲，白棋断打。断打正好是个叫吃，对，黑棋接上是个先手啊，他觉得现在虽然这个脚等于基本活了、嗯、但外面呢比如说黑棋跳回啊，外面白棋还不是很厚，我估计他觉得这个图不是那么满意啊，否则正常来讲应该是先冲这个的，没错，是这意思，他肯定是觉得这冲撞了一气，这个是不太满意啊、哦，这个时候撞气也很重要，是吧？
他是先冲这个，然后长，先冲完长，他的次序是这样子的。那如果黑棋挡白棋，他端打一下的话，他这少冲一下肯定是好的。一定是好不少。嗯，然后再冲这个，对，黑棋拐下来。打吃，白棋打吃，现在扑了一个，现在是打吃，打吃一下，这个没走。打吃，你这打吃一下，难道不是应该扑的吗？这个棋形，难道不是应该保留吗？因为黑棋感觉上一会儿立这个可能性也不大，对吧？被别人扑一下，那扑白的就是都可以保留，他打掉了，他觉得差不多，扑。起掉啊，他拐下去啊，他可能真的是觉得，我直接扑了拐，黑棋是不是会啊立着杀我？他立的话有这个可能性，他觉得。他立的话，就扑的时候就起掉一下，他觉得被他一手补干净了是吧？这样好歹留个结在里面。我打一下之后，虽然这个结很赖，留下一个赖皮结。这个赖结很赖，赖很多棋。正常来讲呢，要么这下我可以不走，对吧？不走。黑棋粘的话，我不见得会搬了。对啊，对，那你除非是怕立，只能是说明他是怕他是有这个担心，所以他是直接先打一下啊。但是我感觉好像必要性没那么强啊。那可以看黑棋这个棋啊，黑棋他并没有继续吃白的，他是把这个连上了啊。那么我看白棋打一下，应该还是亏了的，是亏了，亏了吧？啊，他是他。觉得白的应该把这个冲比较大，因为这个冲如果黑棋不利的话，被白棋一扳，那么里边应该是算是形成双活了，虽然你黑棋，你说我粘了这一打吃是个锦棋劫，但这个劫算是黑棋比白棋重啊，因为黑棋死的比白棋多，里边约等于一个双活。这个冲吃很大的，这个待会被他粘上了之后，白棋还没火箭。对啊，这打完了一箭，这扳他就不知道怎么赢。扳白棋可以粘住。啊，粘住那这边啊，这打是不是算是先手？这个打先手，对，这一路打，白棋倒是有这个还能扛一下，但是这边肯定要被搜刮了。对，是的，是的。但这个还是很大的，能看错。因为白棋这个地方如果冲黑棋立啊，这个地方这个是可以算是白棋死了，那很愉快啊。局部黑棋是个大眼，等于说不要看你这白棋一收气，你这里边不是双活啊，因为黑棋是个大眼，最后等于我把全盘劫粘上再吃进去才能吃，真的。那么是粘拐黑棋，黑棋是把这个粘上了，粘上这个粘好大，白棋搬一下，那这粘上确实好大。对呀，就很大呀，粘住。继续收气，一步一步来。黑棋断，这先手吧，不走的话，白棋整个都要死了。这打完了一扑就死了。那我在想，如果白棋不搬这一下呢，他能怎么样？对呀，我这下搬就打呗。你打我就粘住，粘上，然后那顶的这棋形也不太对呀，看着。对，不是你顶我提掉，白棋这块棋，我觉得对啊，说了应该是算是我活的。刚才说了是这样，就打了粘住，你再即使再扑一个也没什么关系，反正这个打吃先手啊。你要是来杀我，这个黑棋风险太高了啊！你说我黑棋可以侯。但是这个黑棋的这是个劫，首先是个劫，风险太高，而且白棋劫材比较多。对，这外面这断了，这味道挺恶的，看起来不太好杀吧？对啊，那如果没有这下的话，他搬这下会不会损啊？我是觉得白的这下可能会损。他先搬了一下。是这样，次序是这样，就白棋扳长，然后白棋现在把这个粘上，粘住，黑的断，断一个，白棋再冲，它粘住，然后再接住，是这样。但我看白棋的这个招法，他应该觉得形势不错，自我感觉良好是吧？对，因为他觉得你这里边
对不对？还没吃掉，这个还有个怪节，而且你吃我的话，这个尾巴可以看这个五个子，是有可能会掉的。这底下好多节目规则。对，你要是你要把这个兄弟全连上，那里边可能就是一个缓气节或者紧气节。对，那黑棋太重了。是的。看看觉得形势是不错。嗯。啊。可以看黑棋补了一个。啊，这里边不走的话，确实黑棋是要形成一个紧气节了。啊，白棋只要继续收气，就会形成紧气节。黑棋需要补。那意思就是待会白棋搬也是先收了。嗯，你这五个如果说的话，就待会收光子或者、这五个我不要了嘛。啊，那肯定是不要了。啊、对，搬的你有可能没收到气，你本身从这儿收气的。哦，是这样收。啊，对。哦，对。所以说现在白棋抢到了一个先手，可以走到一个双飞燕在这儿。对。哎，我怎么觉得白棋还不错呀？好像。嗯，是。那黑棋的问题有可能出来这波，但不好不太好想到。那为什么？因为黑棋他现在，哦，他说跳劲儿。那刚才说不是紧气节吗？你如果收气，你要开节，白棋继续收，这里有可能。我就做个眼呗。啊，黑棋做眼，你说这黑棋双活了。啊，这个双活，待会他搬一个怎么办？哦，我还继续做眼，继续就双活了，继续做眼，对啊，这黑子所以说这比较难想，确实不容易想到、啊，因为可能黑棋虽然能吃到这些，但是一算可能不是特别大，嗯，啊，局部不是特别大，嗯，或者黑棋还或者先打一会儿劫也是有可能，对、啊，因为这吼一下，如果我把这吃了，这已经好多目，对对对，包括白棋外面这块棋，有可能有一些不安定的因素、嗯，但是这种地方就是特别难判断的清楚，是。这外面一口气好大呀、啊，觉得这吃了其实没多少木，待会被人家搬一个，这五个子，还挺麻烦。黑棋长啊，这样可以看白棋确实外面现在算是一个后势。嗯。黑棋挡住，白棋挡，我就贴在外面。贴。长。黑棋跳。黑棋跳，白棋长。然后长。黑棋粘住。接住。白棋继续顶啊，这一顶很舒服啊、嗯，因为黑棋这个气紧是个软头，没错，这块白棋你要想法出头，别待会被人家照进去，对，你要做活就麻烦了。黑棋一旦封进去，你说白棋自己再去搭眼，或者你说我再想办法把你这尾巴吃了，就比较难受。嗯，出去还是很重要的，长提掉。那可以看，就是黑棋这一手走完之后，嗯，落一个后手被白棋先手动的话。外面完全不一样。嗯，小黑，黑棋，双哦，这黑棋还挺痛苦，双一个。要不双被人家冲断了。小尖会不会看着能稍微扛一点？嗯，扛一下是吧？但是被白棋一拐的时候，黑棋就很痛苦、啊、因为挡不住，挡就被打，好像也很难。黑棋要走，你不能。这个我跳一个，有点不好意思，我想。对，他双一个算了。嗯。但确实这被一飞的话又很难受。被人家搬了。搬这儿。然后黑棋跳出来。啊，但这个飞一个。啊，这还没有子。对，就是。然后白棋等于走了一圈，抢到了。嗯。哎，这好像是我觉得。是不是一百手前就说这个特别大啊？就当时搬的时候，我们、这个、大家都没空下。当时的 A B 键和都着急忙慌的在干别的呢。是，过了快一百手，回到了这个。终于有空下这个大飞了，打吃，粘上，黑棋，然后立一个。但是下现在依然形势很接近。对啊，这还挺意外的，就好像觉得白棋还不错似的。对，这如果是大家试试，嗯。25黑的全盘不到50目，白棋如果挡一个白棋目其实是不差，主要这地方不好判断，这地方黑棋这五个子这算什么呢？
啊，这个你不能算已经死了，算已经死了黑棋太亏了。嗯，你要是粘黑棋提打黑棋提，那黑棋肯定是不能容忍的。啊，他粘他要粘上，然后打完再粘上。粘的话，黑棋肯定先不走嘛，先算是对。嗯，黑棋肯定看什么时候劫财有利就要连回来，因为这里边是一个缓移气节。对啊，就算都粘住的话。没有，这是景气节啊，景气节啊，都粘住是景气节，对，说这个，就如果黑棋提的话是个缓气节，嗯，是的，所以说粘的时候它不能随便粘回来，基本上它是脱先的，肯定对，是的，嗯，所以这个判断还是挺关键的，现在白的挡住、嗯、啊，然后黑棋先吊一下，白棋尖住，啊，接下来怎么办呢？现在是比收束了啊！对啊，这黑棋得想办法清消它一下吧，这块棋是不是太大了？黑棋挤着小，挤这个，然后打赤，白棋打赤，黑棋粘上，接上，接，压一个，嗯。但是黑棋啊，好像下着下着为什么又亏了呢？虽然我们也不知道它亏在哪里。白棋虎一个，看着双方招法还都挺正常的。我觉得他这个控是不是能想办法再给他再压一点？也不 是让他这个回的太大了，不是特别好压了。这也就是为了基本控，对啊，这看着也就为了基本控。黑棋打吃接上啊，那黑棋贴起来了啊，贴一个。这步棋好像是降胜率降的比较猛的一步棋哦。为什么是往这儿贴的呢？我觉得很奇怪。贴一个，你可以看下步黑的虎是先手，啊、哦，我觉得这一下就把你封住了，啊、哦，啊，但是本身虎的话，他是不是担心虎不到？比如说白棋压一下，嗯，黑棋长，白棋会跳中央，因为现在黑棋这个地方暂时也飞不下去，嗯，飞白棋，黑棋飞白的靠断，如果飞一个，对，就冲。可能是这个地方本身它是下不去的，反正这儿你来不及，这正好对白棋打吃先打一下啊。等于这虎呢，你本身是后手，嗯，那他可能也不知道下什么，这，嗯，因为正常来讲扳住，那他应该是担心白棋把这个断掉，嗯，没错，这个断还是如果能把这个切下来，那目太大了。对，这样黑棋可能会打一下。扳粘掉，然后这中央其实这个扳也特别大，这一扳，黑棋扳粘掉，这个特别大，把这两个子切下来是吧？对，哦、嗯，因为白棋一挡的话呢，黑棋局部还得气紧啊，这种打了有可能靠进去，这中央还不是空，如果把这吃了的话，中央有可能这都成空了，嗯，而且扳完之后，白棋自己的眼位，大龙眼位也差一些，嗯。但这样扳住好像还是比较细的哦，看来他就是应该扳这个是吧？对，他贴那个下的不对，他贴这个，嗯，白棋跳，然后白棋跳，黑棋虎，然后再虎，白棋跳，就跳住了。看黑棋这个地方现在有断点，但是一时半会儿断不了吧？断了几打一挖就把这现在等于白棋留下了。比如说虎一个这种是绝仙，是。黑棋大飞一个，飞，挡住，然后再靠住，对，在这儿，那这样的话，白棋就先手了啊，等于白的这块空了二四六八十，这个白的二十五三十，三十七。那如果这五个死了的话，黑的时空肯定是不够了。这个棋黑的怎么收束还是真的挺难的，因为可以看现在中央，虽然说你黑的虚花花，但是好像棋形还有点问题，看着不太好收。对，实战，嗯，挡，哦，这个被白棋挡住了。对，这挡刚才就是强调一个先手，然后把这个扳死，嗯，是吧？黑的跳，白的打吃一下，接住。白的粘回，嗯，啊，你可以看白的这个地方，就算一会儿没有这五个眼形也是够的，嗯，啊，那黑棋中央还是要补齐的，顶住，
感觉主要是黑棋这中央就走了这么多手棋，但是还是没有什么明确的目。待会被这个顶一个，这个子是连回去的。对，然后白棋先点一个，这个好难受，看起来。黑棋二流跳一个，白棋站。接上，你现在肯定不敢啊！现在他就粘上了，现在直接就粘上了。那他要跟他打劫吗？因为他觉得这个不够了呀，这五个死了，他判断肯定是不行了。这个棋如果就黑棋正常接，你比如说白棋接，这中央也围不了多少目，然后该被白棋走到都走到了，感觉。那实战是直接就这个接回来，就开劫了，打劫。我现在有点意外，就突然间就打了一个生死劫出来。啊，白棋还没有来开啊，这等于是锦气劫。对呀、啊，就是锦气劫、啊。外面等于有把飞刀。嗯。那白棋先搬，因为黑棋如果自己再花两手把这个提掉，黑棋肯定是不够的，没有空现在。嗯。白棋打吃，黑棋粘上。黑棋就是看中，就是说你如果团了收气呢，我就消了，对，花两手气把它消、啊。现在看你这块棋的死活，因为白棋没有什么特别合适的。对，你像这种地方都不是劫了，因为这块大龙死了，所以先白棋现在先要求先把这块棋做活，先顶的这个。哦，先顶的。对，顶一个，就是比较考验黑棋了。你要是打吃面眼，那局部就是一个打劫杀、那你要是点着走呢，白棋这通过打劫外面随时有一把飞刀，黑棋也是比较难过的，这也是很痛苦的。那如果黑的现在提的话，黑的觉得这个目不够啊，白的就算做活，这地方等于黑的随时还欠着一个劫，对，他要花一手棋、非常严厉的这个劫就等于白的黑的基本上一会儿就要提掉了，是啊，所以他下的有点难受，感觉他对黑棋点杀，但是这肯定好像补一个，对，好团，这一团黑棋是没办法，又难受了。对，这一团，因为黑棋如果现在你说我继续杀，那白棋就开劫，万一断只要是外面有劫财的话，这黑棋肯定不能被粘死，是黑棋全盘就等于还有一枚劫财。白棋只需要在外面找出两枚劫财，黑棋就不行了。这肯定不止一个劫，这一段，然后接下来还有第二个劫，肯定断一个他还不知道怎么应。对，甚至这我还可以跑，甚至第三个劫也有。嗯，黑棋提，那提就等于这盘棋就那已经不行了。对。然后做活了，对，这活的比刚才还好点，对，本来四目现在七目嗯，由于黑这还欠手七，现在下到这儿，这是最后一手了吧，对，是最后一手，哦，这个黑棋是没法继续了，白棋活了，哦，显然是，那看起来就是这一代的战斗这刚才说的这一路打吃可能不太对，这应该走一个，对，我感觉一路打吃可能是这盘棋的这个分水岭，本来不打吃，如果但是我觉得下出这步跳又比较难，他可能觉得飞一个，他是一直在算这个局部是直接打劫，对啊，黑的跳一个是非常紧凑的，而且保持着对白棋一定的威胁啊，但这种棋我觉得比较难，就是不太会去这么想对，然后跳一个本来是想着怎么把它吃掉，然后翻对翻这儿做只眼，你说你要跟别人双活了或怎么样，这个就不太好转变这个思路然后发现这个做只眼，然后这儿再做活，是吧？我感觉白棋李勋成这盘棋还下的是，头脑比较清晰的，他肯定一直觉得自己形势不错，对，包括中间的一些招法，可以看出来他应该是觉得一直形势还不错，而且判断的是比较清楚。就中间呢，有一些黑棋有一些机会，就是，就刚才说的这个压过来，刚才说的是什么？加一个是单压过来吗？不是，那是白棋虎一个。哦，白棋虎一个。啊，对。哦，刚才那个变化我看也挺，反正也不太容易想到。对，就是。最后这盘棋的结果嘛，我们都已经看到，就是直白的李清城是中盘胜了廖元和，应该说他这盘棋下的还是比较积极，像这种地方果断的搬出。对，直接战斗，一开始是采取，这一战斗基本上这。
这大白盘棋就下完了。是的，是的、嗯，这真的是回了快一百手，然后说前面非常大的一拆。嗯，其实战斗的结果也是挺难讲的，但是就是说黑棋没有把握住，可能是。对。那么这盘棋呢，我们先给大家讲解到这里。还有另外一盘非常精彩的，就是柯洁对阵谢尔豪的。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去欣赏那盘。好，一会儿见。嗯。